嗨，各位好，我是姚哥，回来这个好久不见的单元阿布雷踏挑战，这次是第二集。那因为姚哥最近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导致我喉咙有点感冒，所以有点沙哑，所以今天的话就有琛琛独挑大梁，那所演唱的歌曲就是我们票数最高的《叽里叽里爱》。没有，那首歌名不叫《叽里叽里爱》。啊，好，那这个再重来一次好了。那首歌歌名叫什么？禁绝边际线，日文是那个吗？那个 Ikenai Borderline。Ikenai Borderline。Ikenai Borderline。没有，我一直在录。哈哈，我觉得这样不错。那就 Ikenai Borderline 了。好啦，那就让我们看看琛琛的表现吧。Go。見つめ合って恋をして無我夢中で追いかけてだけどもっと知りたくてメラメラしてる願うほど謎は増え思うほど熱になるだからもっと飛び込むの未開の世界あ恋とか夢とか誰でも信じるけどそこそこ生命かまつらないよギリギリ愛いけないボーダーライン難易度値でも全て壊してみせるギリギリ前さらなる地へと意識が溶ける体を性欲不能いっちゃうかもね ふざけ合った友達と求め合ったあの人とまた会える日のためにキラキラしてる光るほど影は滝燃えるほど灰になる走りほど見えてくる危ないラインあ自由も平和も望めば生まれるけどもたもたしてから腐っちゃうよギリギリ愛いけないほうだらい異常識だねまた価格せず知るよギリギリ前限界点なら塗り替えていい破壊と再生から私ができるギリギリ愛いけないボーダーライン難易度値でも全て壊してみせるギリギリ前さらなる地へと意識が溶ける体は性欲不能いっちゃうかもねギリギリ愛いけないボーダーライン燃え尽きながらまた輝いてみせるギリギリ前あなたのために未来のために何だか隠さてしても愛することで愛されたくて生きて帰る自
分。哇！太神了，太神了！歌词唱错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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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今天的歌唱就到这边。那琛琛今天拿了90.7多的高分，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这么高啊！我想说女生的歌，其实男生唱不太好唱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中毒？不是听说他这个是最毒的歌吗？吸毒歌啊，好，还不错，蛮毒的。哎，真哎，其实90分算是很高的分数哎。之前我们唱90吗？我超少唱出90，只有两次吧。6666。还想要看我们唱什么歌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选我想唱的。没有，发现有一些歌 不太好唱啊，我可能就不会唱这样，我会挑一些。不过还是尽量依照大家的那个，对，还是尽量会依照大家可以多提供意见这样子。就多数人想看的，然后我会找我比较行的。那就跟大家讲拜拜。这次影片结束了，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帮我们按个喜欢，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还要记得按那个小铃铛。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都欢迎到下方留言。拜拜。